大家好，我是香港代表 ATMA 拳館的吳景聰。今次我會參加東亞泰拳賽的63.5公斤級別。準備方面就最重要是 keep 住個磅，因為都打3至4日嘅，所以體能嗰方面我都會練到好充足，希望可以為香港攞到一面金牌。